如果这个开场音乐你觉得熟悉，那么你一定是石器时代的老玩家。作为回合制游戏的鼻祖，石器时代对我们80后来说是我们的青春标记，是我们最神圣的回忆圣地。石器时代拥有上百种的宠物，暴龙、人龙、老虎等宠物都是曾经陪伴我们最忠实的伙伴。为了重拾那段青春岁月，我们重金打造出一款三端合一的原版移植版，手机电脑都能玩，毕竟只有玩家才懂玩家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美好回忆。